明仔是二二八和平纪念日，来看相关的消息。二二八事件发生到今已经76年，台湾基进党今仔举行记者会，强调当年有真侪受难者冤枉拢也未来洗清。有那好友以蒋家后代著称的台北市长蒋万安，爱用受难者甲伊后代开始的。蒋万安无法否认的是，自己就是过去党国庇荫下的受益者。既然要继承这样的一个政治遗产，就应该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政治责任了。我要呼吁中国国民党要承担党国的血腥历史，也要承担威权政府在台湾这块土地留下的血腥印记哦。基进党要求蒋万安爱回，是的，我们要求国民党爱正面面对当时的错误，这我们是转型正义的一个关键。我们认为，促转会去年改变了后，包括着国民党政治档案公布，才会去维权的部拢也未完成，嘛要求执政党爱继续一寡也未完成的转型正义。